起步啦，咁啊最唔規矩咧就紅色帽嗰只勝利寶寶啊，擺兩擺咧呢個時候咧大包尾嘅，前面快少少嘅嘛，黃色帽咧就是蒜片辣椒啦，開邊粉藍帽就江河綠寶嚟嘅，大包尾嗰只勝利寶寶唔好理佢住啦。跑咗半路程嘅前面咧就係仲係內檔佔先少少嘅蒜片辣椒嘅，開邊外檔係江河綠寶過終點啦，蒜片辣椒同埋江河綠寶一齊過終點咧就係、是、啊名次一二嘅，咁啊第三名遠代嗰只勝利寶寶。鏡頭都見唔到㗎，走勢都好唔規矩。好啦，開邊我當粉藍帽筆就江河綠寶，黃色帽呢筆就係蒜片辣椒。嗱，呢筆咧就紅色帽勝利寶寶。